们知道了。你看，我们被一起吃什么了？还有川东鸭血，还有川人的米粉。但是谁肯用你当书嘞？你最好的地方是杨川客。很难对的。川东的鸭血，只用的川东的米粉。他们把这个地方当得起的。他们是谁呀？没有川人，很无聊。哇，好无聊！这个地方也要够深。大喜说的对，把猫猫名处眼睛小不深，不是问题。看，就在他们这边。你可以少说一本。追追追，把上眼罗起。然后分散一起，总要经过。这也没事，挺难的。哈哈哈哈哈哈。